杨敏。啊。那水呢？水用完了，被你用完了。不是被我用完了，还有吗？还有一瓶。那去拿过来吧。一瓶。这里有好多呢。还有面膜嘞。这面膜还有啊？嗯。这面膜基本上被我一个人用完的。这个面膜。我就还有一片在抽屉里。面膜。帮我放进去吧，等一下。来我来。这个水每次都是用的最快的。对，因为家里三个人在用啊。我们家应该有四套这个水乳吧。全部用完了。就是水就剩最后一瓶了吧。嗯。乳液用的慢一点啊，水用的快。基本上一个月至少用一瓶吧。什么呀，半个月，半个月用一瓶。你不用倒那么多啊。你管我脸大咋的了，你还搓，你倒掉了。这就是好用，跟洗脸一样。这个人，我脖子上也抹一点，我虽然皮肤黑。哪有这样擦呀？那怎么擦的？哪有你这样不擦呀？那你帮我擦，再放点乳是吧，精华，哎，祛痘精华呀。我最近脸上还有痘痘吧？少了一些。嗯，少了点。证明我还挺青春的人，你知道吧？有痘痘的人。你看你这，那擦脸跟你洗脸一样，洗面奶搓搓搓。那不是这样子用，怎么用的？只要往脸上一抹就好了。多用点乳液吧，那我。霜留给你用好吧，面霜我不用面霜。用我就补补水就好了。我是每天 我跟你讲，我用这个我脸都白了很多，是吧？亮了很多，是真的。嗯，这是干活嘞。今天这发型整的不错嘛、嗯、每天都一样啊，抹点发胶。你这个也是这样子看是吧，往上一抹就好了呗。今天晚上有直播，所以要把自己打扮的漂亮一点，帅气一点。祝不是小姐姐，你知道吗？那我就不去了吧。啊，给你们制造一点空间。走吧，准备走吧。就这样，怎么样？嗯，挺帅的，今天。走吧。走了，老妈，我们要走了，老妈。好久不见，爸爸昨天晚上直播去了，昨天晚上跟外婆睡的是不是呀？我们好久不见了，两个人，好久不见啊，小妞。等一下爸爸又要去干活嘞，爸爸要去分享水乳了。哎呀，嘿，这放心好不好？嗯。嗯，好好吃呀，这手指好好吃啊。啊，他刚才跟我一直在玩，玩得很开心是吧？特别开心、嗯、他现在好，他会抱着我了，来抱着爸爸。哎呀呀呀呀呀，这是干嘛了，伤心了？来妈妈这里，宝宝来妈妈这里。哎呀，坐着是不是？哎呦，这眼泪哈，他只要一哭，眼泪就掉。昨天晚上三点钟才睡，今天一觉睡到十点钟，现在又要爬起干活去了。嗯，今天下午晚上是护肤品专场啊，大家有需要的可以来看一下。等会儿见，拜拜。